五十块钱。对，这里就是著名的湖南省会长沙，这里是五一路对面，这个就是长沙火车站，已经有很长的年代的历史了。我们看到这个外观就感觉得到，我想的话今生今世都不会拆了吧。长沙火车站已经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我们现在在湖南长沙瞎逛逛街，逛得黑，我们就去吃饭了吧，然后再逛一下，逛一会儿就离开这里。明天就在长沙到处瞎逛一下，去岳麓山去看看。这里是湖南省的省会城市长沙，是湖南最美的城市，也是湖南最大的城市。 GDP 在2017年已经达到了一万亿以上，真的还是不错了，成绩喜人。都在往两边挤，他们挤的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挤什么，都在往右边走，都在往右边挤，我也往右边挤吧，看看说什么花招。都在挤。